我是高木光电社长的2009年8月15号，内力战，内力战，11点55分，主播在是我的二代维小圈子又来了，又来一台，又来一列二代维小圈子，在内力战实境哈，用885就886，二代维小号去检测看基隆。能进用了二代维修圈呢，那885加886，这班次我看一下，1178次开往基隆，从三港进用了用88加886，二代维修圈的，用885加886，1178次将三银行机用和二代维修圈的，在内力站光明城门准备驶离。那下面一个八站门都在调我们的激光，那好，拜拜。1178次将三线抗机用了 ANU 885的886，二代维修圈套在内力战时，一切各关就让它减，拜拜。